在手上了。一刀一刀，出去了呀，出去哈。我说究竟该谁是？我这有车，他又看不能管。你只要你走走好就行。你问那个女的，肯定你知道吧？你什么事不用操心，你就去哪。一刀！这附近有什么医院吗？我找到了，辽阔医院。一会儿等我们，我们应该大概送到哪个医院？还不知道，我们一会儿百度一下。最近哪个医院？最近的医院。你上河东，那就转过去，走到河东南。河东什么医院？河东就河东医院。河东医院。人民医院是吧？哎，河东人民医院。河东人民医院。哎，最近，这个旁的台是。我们现在马上要出发，还没到呢。哎，输了。好的，我们先去。对。啊，走。就是
比我大多。比我大多。走亭子头的路口，在亭子头这个路口，对，太平是的。我现在车上拉到一个病号，现在由滨河大道往南行驶，快到长春路的位置了。麻烦，路径是到河东区人民医院，麻烦你联系路上的警力给拦一下路。喂，喂。是不是给我兜车兜啊？你这大你别管这个，不用管，先别管这个，不用管。喂，你好，那个我是河东，我现在车上拉了一个病号，现在由滨河大道往南，滨河东路往南行驶，到了长春路这边了，麻烦给路上警力给说一声拦下路口。目的地是河东区人民医院。啊，你拿对讲机给喊一下路上警力，给拦下路口。有一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交警支队是吧？对，我是那个河东，路上遇到一起交通事故，现在由滨河东路往南行驶，已经过了长春路了。我车上有一名病号，有伤员，麻烦给路上的警力联系一下，扶下路口。目的地是河东区人民医院。啊？我的联系方式是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啊，我现在由滨河东路现在往南行驶的，因为目的地是河东区人民医院。啊，好。前面车靠边。前面车上一下。前面车上一下。车上拉了一名重病的病号，是车祸。滨河东路现在已经过了北京路桥了，目的地是河东区人民医院。
对对对，往南行驶了，已经过平路桥了。滨河公路由北往南行驶。你在路上了吗？已经过了滨河公路跟那个北京路立交了。河东不是，对，滨河公路往南行驶了。北京路桥过来了，往南行驶。对对对，马上到富一街了。对。应该是走人民大街拐弯，然后到河东区人民医院。对对对。不是，我是人民我。在路上巡逻的话，遇到这个警察。啊！大爷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不能拍照。对对对对。好的好的。好。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这就是你扶的肩膀的。哦，肩膀疼是吧？疼。行，我们马上到医院了哈。交警已经给我们封路了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汇报个情况。我上班途中走到滨河东路，遇到一个车祸，一个三轮车被撞了，三轮车辆往右靠，三轮车辆往右靠。然后往右靠，把左边车辆留出来，往右靠，把左边车辆留出来。往右靠，把左边车辆留出来。往右靠，把左边车辆留出来，快点！车上有病号。是五月广场那个吗？人民大街呢？人民大街。对。哦，人民大街那个。来，车辆往右靠，所有车辆往右靠。喂，你好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到了，银河北大桥，北京路。现在那个啥？对。副驾驶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对对对，我先。我们两个就是一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大爷。能听到我说话啊？来了，车辆往右靠，所有车辆往右靠。52往右靠，车上有伤员。来，所有车辆往右靠。往右靠，车上有伤员，往右靠。7279啊，车辆往右靠。大爷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录制完成。能听到我说话啊？我马上到医院了。拐到人民大街上了。好的好的。
大爷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六小六的保定，开团冷不冷，大爷？冷不冷？冷啊！冷。是小的，是小的，是小的。是我走岔道了。大爷，你不管啊，先去医院。我想着我没走岔道。腿能动是吧？腿能动，就是肩膀都不能动。